有洁癖的白马王子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的衣服都是自己用手洗啊？对啊，比如说我黑的衣服，我一定要放在黑色；白色我一定要放白色。出门啊，衣服要平整。你以前曾经这样要求过你的女朋友吗？那结果呢？周一到周四晚间10点 ，GTV 综合台《爱情敲敲门》为你敲开缘分的大门。